被拦截包，那在公安卡看了，对，等我一下，我可以给你按一下，哎，好，有，交给你了。大家好，今日我挨来介绍 Incroad Data。线上是有个在屋里读吗？刚刚手是在 P 位开吗？在上落搞吗？我刚才展示一个，就是我家乡的那个日常，对，那经常会遇到的状况。我今天是要来介绍这个提案，叫做画文好意图卡，对。那这个是我站在台大医院门口，那我们经常会遇到，不管你是不是工程师，不管你是不是医师或者是护理师或者是医院工作的人员。经常都会有民众向你询问，因为你可能挂着你的识别证，他们就会过来跟你想要了解医院的状况，或者是医疗有关的一些情形。那疫情在紧绷的期间，我又站在门口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轮流确诊，对，那人力不足的时候，工程师也会站在门口这样子，对。那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。有没有比较好的跟民众沟通的方式，去让民众了解，这个疫苗打下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那你什么药可以吃，什么药不能吃？那什么药不要混在一起吃？那可是民众来院，他不一定是讲中文，他可能是讲其他的语言，就像我刚才展示的是客家话的其中一个腔调，讲的是海陆腔，那。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。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语言，所以可是我们不可能去学这么多不同的语言。那科技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？好，所以我去拜访很多不同的单位，去寻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。一开始是我自己需要用，然后后来发现，每个单位都有需要用，这是一个从利己到利他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发现不是只有我自己有这个需求，有非常多不同的单位都有这样子的需求。对，那目前这个提案有一个新的做法跟方向，那如果你对这提案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找我聊聊。非常感谢提莫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。那接下来就是由我